有没有喜欢吃四川腊肠的？我这是一个广味的哟，它是咸甜口的哟，它就是皮儿是脆的，里面就是嫩嫩的。哦，哇，一口爆汁了！看，你就看它的汁水，哇，它这个广味的啊是不辣的哟，就是带有一点点甜口的。我今天戴手套了，啊、哦，你看它的肉，它都是用的猪腿肉哦，而且是大块的。猪肉，它里面是没有淀粉的哟，好喜欢它这味啊！哇，就我可喜欢吃它这个了。哇，你要想吃重口味的，你就去拍它那个麻辣口的。哇，肉香，皮脆。我这就是500克一斤呢，咱们水煮上半小时，然后空气炸锅的话，你再烤一下。哇，它这皮儿的话就是脆脆的，你看它里面就肉香肉香的。